干拌面，哎，干拌面我吃那么多，到处35块就一碗了、啊。你的面有什么特别？我吃的是感情，好吗？感情，吃的是那种心酸，好吗？哎呦，心酸，对，很多的故事在里面。真的、哦，真的，人生的风味啊，千百种，酸甜苦辣，你想听哪一种？今天人生的风味，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呢，蛮年轻的，但是呢。哇，算他这个从政的资历的话，他能够一次就选上，想必吃的苦不少。让我们来欢迎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伟杰。哎，陈伟杰呢？哦，对不起，让我们来欢迎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伟杰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伟杰，峰哥好。哎，哎呦，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议员，冷不冷啊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是不是卖 gay？ 这明明就是 say 好的。你看他都在叫了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小朋友不要学哈。叔叔有练过。哎、欸，我有练过，都是假的啊。但这个从冰箱出来当然是有趣的哈。为什么？他现在可是 freshman， 在哪里？听说你最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。对啊，我最近刚接任我们国民党的发言人。哎呦，国民党有这么年轻的发言人啊？抱歉，我是刚好拖垮平均年龄那一位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拖垮？什么垮不垮的啊？这个不是一半垮了吗？是江主席嘛？对对，年轻化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哈。其实呢，只要众志成城，就没有什么垮不垮的问题啦。这一点我们很有信心。对啊，我今天这个是人生的风味哈。对，你年纪这么轻，会有什么故事吗？哦，跟你讲，我的故事可多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哪里苦？你确定要听？要听三天三夜？三天三夜，你看你讲啊。三天三夜，三个半夜。好的，谢谢。反正苦不苦，等一下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来说。对，没错，好不好？你说面有什么好吃的？今天伟杰下面给你吃，吃什么面？伟杰干拌面。干拌面，哎，干拌面我吃那么多，到处35块就一碗了、啊。你的面有什么特别？我吃的是感情，好吗？感情，吃的是那种心酸，好吗？哎、心酸，对，很多的故事在里面。真的、哦，真的、这个，你也知道从政嘛、嗯，很多的这种流言蜚语啊，或是这种打压，或是不谅解。当你在吃这碗面的时候，尤其呢，可能是你最爱的亲人帮你做的，不用加盐啊。啊为什么加盐？一边哭一边吃，自然就咸了。这碗神秘的什么伟杰拌面？伟杰拌面、哦、到底有多好吃？我们先来看一下食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煮面吧。好，那可是怎么没有火嘞？没有火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科技始终来自于惰性，惰性，人性啦。其实、哦、它是指纹去按这个，然后呢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圈圈？哦，男生哦比较少进厨房啊，啊这种东西会增加我们的乐趣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，我十四了，十四哦，也有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要看到它其实蛮快的哦。对，你看已经开始有泡冒泡了哦。这个煮水过程当中，你先说这个面虽然简单，但是我看这个面条不太简单啊。这是市场里面的新鲜面条，新鲜面条，每天现做的，对，没错，新疆菜，然后还有葱嘛，然后。辣椒，然后是什么？这个青叶卤肉饭，卤肉料 ，OK， 这个是维力炸酱面的酱料、啊。所以你是把它调配一下，把它调配一下，但是有自己的独门的比例，不告诉你。不告诉你，除非你买那个 J 拌面。对，未来我如果出了 J 拌面，记得要来买，我就告诉你、欸。你说这些东西每个都画龙点睛，我觉得葱倒是今天准备真蛮有意思的。你不觉得有为什么有三根吗？我知道啊，为什么就是这样冲冲冲啊？那国民党冲冲冲，那是民进党的梗，别这样子好不好？讲到葱，你很会切吗？是，既然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来今天的切葱大 PK。好，我们的切葱大 PK 哈，哎呦，切葱就是简单啊。你今天带什么神兵利器啊？我的屠龙刀。哎呦，屠龙刀。看这个拿刀的样子就知道，我不用拿什么屠龙刀了啊！真的哦，拿我的小水果刀。好，那就开始喽，开始了，准备哦，好，三、二，开始。好，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这一场算是怎么样？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接下来葱也有了，面也有了，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伟杰要下面给你吃。哇，这个水滚，那现在重要就是要赶快把面给下下去了。对，這個、什么市场来的？对，什么起牛干盖小姐，好不好？
这要问阮某咧。你看，哎呀，抓到啊，抓到啊，这种阮某给传的啦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其实哈、哦，要跟你 PK 一下，我今天也准备了我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萧敬腾，萧敬腾也是有一个老萧拌面，我觉得不错。你用的是什么生鲜面条？是不是？对啊。它其实里面哈、哦，用的是关庙面，经过了日晒、风吹，然后没有雨打了，接下来准备要放到水里面去了。这应该三到五分钟就行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你的面好像差不多了。面差不多了，要、欸、要选一个碗吧。对啊。OK， 哎、欸，你的面条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哈。对，好，我的在等待我的面条煮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听说你的酱很厉害，啊、比例调好了没？还没，还没。对，那我们来调一下喽。好，好，先拿出青叶卤肉饭料。嗯，啊，维力炸酱面，打开。已经拌好了，已经拌好了。对，这已经拌好了。果然是不传之秘。对，不传之秘，所以不能让你知道。对，把它淋上去，放一点葱花。葱花，那你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？还没有，我还有那个青江菜，我都还要再烫一下。赶、哦啊、快来来来来，烫青江菜。就在我们伟杰煮青菜这种生嫩的手艺当中，我已经要把我的关庙面给捞起来了。哦、今天这个面青菜要烫一下，粗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有你的酱是不是？我也有我的老萧酱啦，九层塔风味，哦，一点点辣，上去，哎呦，碎哦。然后呢，剥皮辣椒，哦，其实我现在已经很想吃了，哎、欸，你菜煮快一点好不好？很香哎、欸，皮辣椒，啊，这两碗，一碗是伟杰拌面，一碗是萧敬腾的面，今天人生的风味。伟杰拌面，老萧拌面，你要选哪一道？好，人生的风味哈，哇，这个今天我要先请伟杰吃老萧拌面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萧敬腾年轻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，对，后来当了歌王。我希望你吃了这个面以后，也可以是在新生代里面出人头地，谢谢，全新的一个样貌。那我要来吃你的这个，你要吃一下我的伟杰干拌面。哎呦，听这个苦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苦的苦的，有故事的，有故事的、哦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国民党应该不是有以前党产啊什么各方面过得不错啊？那是过去啊，过去哈、哦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对，那你有什么好苦的？年纪轻轻跟人家说苦，你也知道国民党长辈多嘛、嗯？我想很多从政的同事也都知道，说在党内常常会听到一句话。你还年轻，你可以再等。嗯，所以呢，你等了多久？嗯，其实如果认真来算，应该等了十年有吧。那你当初本来想在哪里选？本来要在永和参选的、啊，但因为这一届突然间永和啊，总席是减少了一席啊。哦，所以就大爆炸。对，就但就前面们觉得说，如果硬提名三席呢，啊，会有一定的风险。后来就跟长辈们沟通一下，他们还是希望我。以大局为重，所以今天是抱怨文，也不是抱怨文啦，取暖文，取暖文、啊、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对啊，都选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看看谁能够吃面笑到最后，对啊，所以这个不用加盐嘛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里面已经有伟杰的眼泪。那你当初剩多久时间跑到淡水来选？我当时好像是在六月底公布的。然后十一月底选举嘛，嗯、所以应该是五六个月吧，半年五六个月，然后就选上，所以你就真的不管在哪里选都要靠自己。对，要靠自己。欸、那我要吃喽。对，伟杰拌面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看看。嗯，如何？好苦哦、喔！怎么这样？真的吗？不可能啊！我每次吃都觉得特别的窝心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是想。吃苦也当做吃补就对了，是是是是是，对，好会，国民党现在真的越来越会了。吃一下老蕭，我吃一下老蕭，老蕭拌面，味道就是比伟杰干拌面少了一点味道，少了一点味道，少了一点情感。哦、是谁煮的才是重点。对不起，萧敬腾，是我煮的不好，我向萧粉道歉。欸、那你去淡水这个地方，我看你蛮受婆妈欢迎的、啊。哦，对，我真的是还蛮喜欢我的选区，很多的民众真的对我很好。但是我觉得婆妈有时候不是很好搞定哎、欸。嗯，其实你除了帅之外，还有别的本事吗？
其实就是说常跟他们互动，多跟他们聊天。那尤其这些婆婆妈们一直跟我讲说，他们觉得我唱歌很有感情。但其实因为这首歌一直是我人生的写照，所以我越唱越有感情。这么巧，不会也是坚持吧？就是坚持。真的，怎么每个政治人物来都唱坚持啊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就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这一句好像，你说别人是安怎？有人出世就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拼命。所以没办法哦，那这一句是有感动到那些婆婆妈妈。对他们，因为他们也知道说我是一个基层劳工家庭出生的小孩，所以他们因为这样也愿意给我机会。对。那你觉得说以前你吃这一碗面哈，有没有哪一次吃让你最感动？尤其是在被很多人当时被很多人不谅解的时候，真的吃这碗面特别感动。那我问一下，是妈妈煮的好吃，还是岳母煮的好吃，还是老婆煮的好吃？其实说真的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好吃法。我真的每个吃起来，慢慢的就是可能从小到大的味道。老婆就是可能平常在那边帮你张罗事情哦，她很辛苦，就帮你煮这碗面。虽然很简单，但是真的吃的特别有感情。那岳母呢？岳母也是，就是看到女婿有趣啊，真的在这外面这样子到处征战，也是给一点鼓励啊。她也特别照说，我就喜欢吃这种面。想说，嫁给这一个，也帮她生了三个孩子，是啊，她也不知道选不选得上。你讲到重点了，还好有选上，这个女婿蛮成才的啦。重点是还要去贷款当保人。啊，选举要贷款？当然要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不是正二代，我也不是富二代，这样啊，我是正二代没选上，贷多少啊？贷了三四百万吧。啊，不就要抵押还是怎么样？我都用信用贷款，不用抵押，这样简单，一次一百万，一次一百万这样子，利率有点高。那没办法，没有人会借你啊。那现在不就还在还债？现在在还债啊，只是说哈，为民服务。当然是一个热心热忱啦。对，那我希望你赶快把这个钱还一还，好不好？总是为理想而坚持，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。观众朋友，国民党真的不一样。国民党的议员现在要贷款。没错，可能只有我啦。不会啦，我觉得都是为国为民，好不好？然后希望呢，以后。吃了这一碗面，你莫忘初衷。莫忘初衷。今天人生的风味，陈伟杰之下面给你吃，成功，成功。感谢峰哥的邀请。我吃着吃着，人生也就不那么苦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、感谢峰哥的加持啊。洗碗啦、洗碗啦、那你们当初恋爱是你说他那时候朋友介绍你认识？对啊。然后你就一见钟情了？是啊。但他不一定对你一见钟情、他觉得我蛮烦的吧？真的，神烦、神烦。他后来是怎么追到？后来就自然而然哦，因为他在陪他爸爸，因为他爸爸在等着换肝哦，所以后来我就陪着他到处去买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他爸爸，因为那时候爸爸已经在医院，孝顺，本来在等，已经在等时间了。对，就最后呢，神救援一样是他，他就把肝割给他爸爸。哇塞，这个太太。蛮牺牲哈、他觉得孝顺啊，对，孝顺啊，我的孝顺。你看娶对老婆不一样，加分，加分，加分，不是加分，加分姐，加分，加分姐好，最近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